你就这样过来的？子弹无眼，我怕误伤。穿上防弹衣，安全一些。这也太丑了吧！我可不穿，死也要死得漂亮一些。啊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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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。 你干嘛？有机器人，我害怕。没什么好怕的。哎，别！机器人拖我特别容易死。有多快？半个小时充其了6次。那你还挺锲而不舍的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找到机器人侵占地球的计划书，一会儿冲出去，你跟着我。哦。嗯？行。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